你好透明哦！哎，你怎么太辣了吧？好扯哦！为什么你们会来啊？你们退出演艺圈，这里是槟榔摊吧？你来啦！耶！我刚才想说是你，好白痴哦！你不是转幕后吗？你还是一样帅嘞！我们的营业中付出。有啊，250。250。但我们还有韩 view。韩 view。韩 view。我当下还没跟他和好，没有，没有要和好。所以进的是哦，对啊，刚刚就今天没有要和好，难怪你们看彼此眼神怪怪的，没有，我们连看都不看，因为他现在是店长，客人还没来就先吵了，他是他偏武则天的一点，哦，昨天是你吗？屁咧，我是觉得还好吧，就你在讲，我们就不回应，好，不然就干脆现在来解决了，因为鬼鬼昨天跟我聊了一个小时，所以你们在你知道他们吵架，我们不是吃瓜群众，吃冰群众，快快快，想听讲，我早安，他不看我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讲，让他讲，那他讲，不是，因为我是本人在，他讲，讲话举手好不
好，我们也要和好了吗？没事啊，和好了。怎么啦？他可能不想和好，我就说和好了，不和好就算了，小家子气。人家女生都说要和好，不和好。就是太熟才会这样啊，就是就会觉得，因为朋友一起工作，就会觉得说，我讲这个你有什么不懂？啊，我这么辛苦，你有什么不懂？哎，我觉得我当店长当得很无力，然后他说我是武则天。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一句，这样那一句话，就是稍微在大家很认真付出的时候，有一点过不去这样。真的真的哇，慢慢来喽。现在应该蛮晚。